沉湿的花香，妻子的笑声，过去美好片段，梦里涌上，监仓的窗，锁链的声响，告诉我知往日成为绝唱，轻松醉过后幻想，生活又如常，怎知却中伏被骗，成为奴隶，大劫在头上，不堪设想。今天换位的不太好，就特别是防守方面有几个失误，然后前场有机会的时候没有把握住。那其实加上这场比赛，开局的两场比赛一共丢了8个进球，那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就是球队赛后的一些气氛，再说一下，就是现在球队有没有想到一个更好的对策能够，就现在肯定有点失望了，因为就是本来我们准备的时候，就是友谊赛的时候还蛮好的，但是就我们要重新调整起来，就在训练的时候好好去做好防守，先做好防守，然后再好好面对下一场比赛。但赛季还很漫长，是不是还是要保持信心？绝对绝对，我们要保持信心，就是先做好下一场比赛的战术，然后再好好一场一场踢下去。谢谢谢谢。